歪的。那一上去以后，甚至那个上面呢，也可以点一点，它是等于舌头白的，但是呢，还没，我要把那个阴影把它弄出来，阴影还没弄出来啊，所以阴影呢是用刚刚我们用墨，这个地方阴影刚刚忘记了，阴影不出来的话呢，你白显不出来。很淡的，很淡的，很淡的呀！ Yeah. 要把它主题把它弄掉。OK，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它的树干，它有一根那个。一边只有一边是白的啊，我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一点 idea？ 跟平常的话不一样了哈。All the white place is in the snow.那你先问我为什么旁边有一个白，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把它，我们为什么留一个白的？啊，我秀给你看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留白？你站在上面，有雪 ，OK。
更明显了啊。但是呢，在你这个要下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有石头嘛，对不对？有些地方是被白雪遮住的，所以呢，我们还不能够说是把它整个那个。完全用印的深浅来代表。你有白的，你如果多啊，你留下的白粉还很多 ，OK， 有些地方可以补助的 ，OK， 比如说转弯的地方，这种砖头转弯的地方，把它加白粉上去。跳一步了哈，你这个有些人这个山水画还没有画通，现在画雪景。最后，最后的一步，拿一个黄颜色的这种颜色，还有 Burnette。Apply 在什么地方呢？OK， 用舍石，用在这种地方。Why？ That's the rock. It's not a cover by the snow.也就是在你稍微比较暗的地方。就是一点点。
头茶。OK， 在一面看一面那个，哦，现在还是湿的。干的时候啊，我刚刚没有弄哈，干的时候你可以再多一点它的那个纹路。味太单调。比较好一点。When you take an airplane, take a look at, you know, every time you pass the Lake Tahoe, and then you can look, you know, down in there, and you can see some snow on the top, but you also can see they have some white underneath.这个白色的多用一点，把它用完了。Okay. 好，大致上这样子，好吧？那个下次功课。就是把它